有啊，充电桩。它变插头了。是有点亮，现在。哦，车子里比较好。对啊，毕竟那个有墨镜。嗯。在想说，反正车子要坐好久。12分钟哦。对啊。那你要研究一下别的路线吗？就走别的路，就是别的路线，看一下，好像就是黑还是什么，还是其实黑的我们也进不去。每次都转到要滑倒，也很陡。踩太前面了。对，要陷下去。
个云炸开一点，然后对着我们照。因为我这边看到浓浓的太阳，现在来了。浓浓的太阳。对，深深的影子，现在很大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它现在就是对着我，那我再戴眼镜啊，太亮了。10:22，又没了。那就是一个洞一个洞这样而已。哦，就云的洞。就是一个小洞，你知道吗？希望洞开在它上面就可以。你说开在羊蹄山上，可以把羊蹄山上面那台晒掉吗？那就看不到头。那边可能没办法，因为它可能上面是雪，所以上雪不是雪的问题啊，我是说云呢。对，因为你要想那个倒立云是怎么产生的，就是那里的寒气加那里的水气形成倒立云啊，所以那是一个local 自己形成的，除非有一些风把吹走，不然。
数四个车子，有倒数五个，是不是？
线的唯一方法是爬过去。啊，也没有一定要去黑线啊，只是说别的线啊。对啊，其他的线我们都爬过了。好、啊，有一条没爬过的是那个，通往希尔顿那边的那边右转，然后可以去翻山。这个，嗯，还有另外一条是这条我们好像有滑过，我们之前不小心都走这边下来，这条已经滑过了，嗯，这样，所以唯一没滑过这一条，然后还有黑的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这边我不认为它可以接过去，嗯嗯嗯，对，都一样，对，滑过。再也不走 unforgettable 了吗？不要。unforgettable 一风景比较好的。一样的。啊？一样的。我们滑到下面这里也是可以看过的。嗯。对啊。哦。我不想再试那边了。哦。错错的。好，走吧。彩色的、欸、是我们镜片的效果还是真的有彩色？没有彩色啊，没有彩色。我现在看到云在这边，彩色有一点七彩的、欸，有一点那一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嗯，而且还跟着飘走了，拍得起来吗？不是镜片的关系，我上下移动以后它就跑掉了。没有啊，我还是看得见的、欸。那个我一移就跑掉了，发现是那个我涂的那个哦。Oh.对啊，七彩的、欸。对对对。
横着看我是有什么东西有问题吗？因为我就是要拍住往你啊，我就用头看过来啊。嗯。然后又因为我不想减速啊，我就会超过，所以我就渐渐把镜头移过去。哦。好了，换我。那我要跟你啊。我跟你其实我都滑乱七八糟，因为几步的跟你。还是很雾。嗯，它下面有一些雾，然后上面的云还是在那里。对啊。下一波。啊？
再滑个两趟就可以吃饭了吧？啊，再滑个两趟，再滑个两趟可以吃饭了吧？坐左边一点，那就进去以后跟他说右边一点吧，进去以后的右边一点吧。
进去的右边整排窗，然后再这排窗，右边一点，就是不知道哪边有树，搞不清楚。也不是省啊，是因为我就没有那时候。
站啊。嗯。我那时候就要上课嘛。嗯。不是，我就想说，那就学票不要买那么贵的啊，不要买整日的啊。那我要研究一下。早一点开始抽。
下来的、啊。就飘过来了，就超大片啊！要不要再滑一趟？我觉得会，差不多。它快飘，它也不会过上面那边。不会吗？有时候不会跑到它头上。你觉得？先吃，但是窗户一定要先跳好。我觉得那是重点。好。我怎么这个都会有
这边这一块搞不好也是可以画的，就乱雪区。对啊，晒一晒树上的都掉下来了吧？差不多啊，正在掉。对啊。现在的方向是往前面的，动的前进方向，不过后面又被盖起来了。走啦走啦，快走快走。释放为目标，先走啊，你先走。我先走。加速啊，加速啊。哎呦，每次都这里就要冲吗？Thank you.
的板都放、嗯、为什么大家板都放了？那我就这样放啊，我就搞错，我就只好放那。那我就插他后面啊，小心踩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看，太早了。没有太早啊，稍微稍微。他十一点开还是十一点半？点半啊。那走了，再滑一趟啦。不要，他讲十二点，我不希望拖到那个时候。问题是你十一点，现在他也不会让我们进去啊。现在十一点二十，还是他不准？我看。十七分啊，可以的啊。等一下，看哦，还蛮多的。对啊，第一个。后面的还好。